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身为我们哥哥姐姐的毕业生们，他们呢心里有一些话想要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老师还有弟弟妹妹们来说哦。笑声的祝福，首先是中班的弟弟妹妹。我们还有偶然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每一生祈愿，希望可以伴我上天。我们还有偶然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小班以及悠悠班的小宝贝呢，他们也有一些话想要对我们说哦。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所有阿兵哥、勇敢兵的长官，让我们邀请上将致辞，请给我们掌声。在致辞之前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位今天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哦，就是我们阿联国小的苏校长。校长好，校长好帅，校长。苏校长在八年前，回到我们阿联国小，就任校长，两任的时间，我们看到苏校长，最用心，的一个办学，这个都不在话下，我们都看在眼里，那我有一个非正式的调查，我都一直跟校长说，我一直觉得你是这几任校长哈。为我们阿联国小争取最多经费，在我们阿联国小建设的校长，所以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再次给我们苏校长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校长。各位亲爱的来宾，家长，我们优秀的剑桥团队。以及我们最聪明、活泼、可爱的剑桥宝贝们，大家晚安，大家好，上将好。我们原本在星期六的毕业典礼哈，因为台风的一个影响，我们延到今天来举行，因此造成大家的不便，我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不过呢。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依然有这么多的来宾及家长，在百忙当中拨空来参加我们剑桥幼儿园第24届的毕业典礼，尤其我们在上半场，看到我们剑桥的宝贝在台上这么精彩的表演，还有我们辛苦的剑桥团队这么卖力的串场演出。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我们的宝贝，还有我们的剑桥老师热烈的掌声呢？当然哈，今天最重要的要恭喜我们剑桥幼儿园56位优秀的毕业生，恭喜你们通过正规的幼儿教育训练，在今天。可以领取你们人生中第一张的毕业证书，在不久之后，你们即将进入国小，金叔叔在这边希望你们能够带着
在剑桥学习到的智慧、勇气与自信，来迎接你们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旅程，好吗？好。同时呢，我也要借着机会，来跟在座的家长分享一件有关我们亲子教养的一个议题。就是最近呢，我常在那个网络看到，有一对艺人夫妻，还有他儿子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新闻，这给我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感触哈。我对这个事件呢哈，其实我有一些看法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我觉得我认为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父母再怎么忙，也一定要拨出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不要把我们孩子丢给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误以为把孩子把他送到某某明星学校去就读，对他就是最好的教育，这是错误的观念，那其实呢，父母无条件的给予孩子金钱还有物质上的享受，我想这都会让孩子误以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他们不晓得爸爸妈妈赚钱的辛苦，还有心存感恩惜福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最后呢，最后一点哈，父母对我们孩子的行为是非对错的一个一个判断呢，有时候是盲目的哈，总会以为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犯错，错的都是别人，或者都是别人害我们孩子犯错的，我想绝对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这个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家庭他们的一个亲子教养的方式呢，我们其实可以给我们有非常那个深刻非常多的一个启示了哈。那为了我们孩子给他最好的一个教养我们一起来努力加油，好吗？好。那最后我要感谢园长以及带领的我们剑桥团队感谢你们这么努力用心的付出哈，让我们家长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剑桥来教导，那我们也会秉持着对幼教的理想与热忱来证明家长把你们的宝贝送到剑桥来学习是你们最明智的选择，那最后祝福我们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我们剑桥的宝贝们身体健康快乐，我们今天的典礼可以圆满成功顺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上将，您的祝福以及鼓励我们都收到了。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阿莲国小的帅气的校长苏聪荣苏校长上台，给我们一些祝福及勉励，欢迎。我们金教授还有我们剑桥的所有的团队哈，包括园长、老师们，还有我们的林梦中老师，还有我们那个华福的那时候非常赞助支持我的华福的那个朱董哈，也在这边哈。那感谢你们来，还有各位的家长，大家晚安，大家好，校长好。很特别啊，上个礼拜刚好是台风天，对不对？延到今天，那你们知道吗？我是在阿莲国小，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明天开始我就已经到高雄市的油厂国小。油厂国小，你们可能最近有听到新闻，旁边有盖台积电了哈。所以我要去奋斗一下哈。那其实今天刚刚看到，受邀哈来到这个地方，也看到我们所有小朋友的表演哈，非常精彩。有没有发现，突然之间把我们带到那个时光隧道？有没有？有没有？哦，有没有很精彩？哦，非常精彩哈。我到现在还那个回味无穷啊哈。那好像是我今天要离开阿莲国小的时候最好的一场
表演啊，真的非常棒哦。非常感谢我们剑桥给我这个机会，好来到这个地方哦。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台上非常活泼用力的在跳，有没有看到你的孩子的希望？有没有看到我们教育的希望？有没有？有哦，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掌声好不好？那我看到他们哈，我也感觉阿联国小真的非常有希望哈。虽然可能我不在，但是相信这一批孩子带了阿联国小，应该是会带给阿联国小更多的活力哈，更多的荣耀哈。那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典礼，每个家长都很期待看到他们的成长和喜悦。那毕业其实不是一个结束哦，我都觉得毕业不是一个结束，它是另一个开始哦，那也是一个责任的开始。这个责任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孩子的责任，孩子长大了，他开始要怎样？开始要自己做很多事情。那家长有没有责任？有嘞，不是说我孩子大了我放手，你这个时候更需要陪伴他，知道吗？这段时间，我小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去陪伴他，因为他开始要怎样？开始真正要学习哦。那我也勉励所有的家长跟所有的学生两件事情，第一个，身体要健康，知道吗？身体要健康。所有的孩子我都看到，你还记得吧？前几年你的孩子刚出生不久，面临着全球的什么疫情，对不对？其实这一波让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各位家长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新闻哦，还有包括我们的教育的趋势，这三年带给我们教育非常大的蜕变，最记得这三年哦。那所以孩子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第二个，要多元学习哦，这是我要勉励各位孩子哦，多元学习。现在的学习不是只有我把课本打开考100分，其实要很多学习。所以刚刚有没有看到小孩子在上台的时候，很多的表演，有没有不同的曲目、不同的情景，它就有不同的什么舞蹈方式跟表现，对不对？这是非常棒的哦。所以我用这两个东西起点哦，我们所有的孩子，还有我们所有家长，未来呢带孩子，第一个要注意他的身体健康，第二个要多元的学习，很多方面让他去刺激，让他去找到他的兴趣，找到他的什么，他最厉害的地方，知道吗？哦，好，那其实我就非常开心的哦，今天带着。你看到我在上面一直动来动去，对不对？其实我好像也是个过动的人。好，我看到孩子在台上面舞动，其实我在台上，我的身体也会不自主的在舞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感觉。那在这边最后啦，我今天还是一样非常谢谢我们金教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我刚好赶上6点全程看的，我觉得非常开心，还好没有错过。没有错过所有的表演哈。好，那最后呢，我还是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在座的所有的家长哈，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苏校长。好，各位亲爱的嘉宾，那么待会呢，就要用你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男女主角，我们的毕业生勇敢兵进场。好，帅气的阿兵哥，爸爸妈妈的相机在哪里呀？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毕业典礼，非常的棒，可以用如此帅气的方式让我们闯关。好，我们台下呢有困难的挑战，台上呢一样也有哦。在我们经过独木桥以及这个跳跃蛙人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到台上要做海军陆战队的阿兵哥式的匍匐前进哦。而在爬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不会重要上面的这个电缆线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动作很简单的，但是其实对孩子而言，他要将这个简单的动作做到非常到位，其实还是需要时间跟经验来累积的。好，在我们台上的阿兵哥、国防兵经过了困难的三个关卡之后呢，他们会在台上站好，手背后面扫心。哇，爸爸妈妈看到你那个手机的记忆都快爆炸了。跟他的心情一样哦，是一种既开心又感动。
雄赳赳气昂昂的帅气勇敢兵在哪里啊？好，在我们闯关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安全哦。好，经过妈妈的面前，可以露出微笑哦。好，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未来的我呢，准备开始学习独立了。好，如果你已经就位的毕业生呢？今天的毕业生哪一位是最帅气的阿兵哥哦？请站好喽！爸爸妈妈看到你们长大了，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呢？一开始只是手上抱着的小 baby 哈，一眨眼的时间就长这么大了，这么帅气，是不是有很多说不完的感觉跟感触，对不对？好，请用你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满满的祝福好吗？恭喜你们经过重重的挑战，未来将要迈向新的旅程了，你们一定会不会困难的哦。好，台上毕业生注意，太小声的啦，注意。7月30日为剑桥第24届勇敢兵结训典礼，特务人员依法列为国小1年级新生，请于国小开学日携带勇敢、自信、认真以及努力的精神，向各区国小办理报到。受勋。待会呢，我们将要为今天的毕业生勇敢的阿兵哥佩戴勋章，代表的是你们的荣耀以及精神。待会我们叫到名字的，请大声喊哟！朱永勤、石嘉琪、郭华轩、张艺兴、林玉熙、余佑慈、石永勤、朱佩瑜、沈玉尊、廖颖莹、陈柏瑞、罗佩瑜、陈立希、蔡金策，请上将。为我们授勋。勇敢兵，敬礼。预备，要展现我们毕业生的礼貌哦，好不好？好，非常感动的一幕哦。这代表的是他们的成长以及荣耀，还有未来呢将要迈向独立的哦，要学习独立了。好，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为你的孩子呢留下纪念，等他长大呢，我们再跟孩子一起看这个影片，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触哦。好，我要听到你大声说谢谢哦。恭喜你们获得这份荣耀。勇敢兵，敬礼。预备，拍照时间，来，我们前往中间集合。爸爸妈妈，赶快拿出你的相机啊！来，眼睛看你的爸爸妈妈，露出微笑，帅气的比个赞。5、4、3、2、1，勇敢兵，向左向右转，起步走。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下一组毕业生，叫到的大声喊哟，勇敢兵朱佑成、肖成伟、苏同宇、林敏佑、郑雨欣、
吴瑞恩、何玉伟、郭婉玉、孙怡安、陈廷宇、李信怡、曾鼎旭、唐佩恩、王彩婷，请上将为我们授勋。龙满边敬礼，预备。未来将要代表我们剑桥幼儿园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我们不会害怕所有的困难。我们要展现礼貌哦，当你受训的时候呢，一定要大声的说谢谢，好不好？让爸爸妈妈看到你最懂事的样子。真的是相当的感动哦，可爱的小宝贝已经长成这么帅气、高大的样子了。未来的你们呢，将要翱翔天际，继续加油。非常的恭喜，龙满斌，敬礼，预备，拍照时间，好，我们往中间集合，一起拍照。好，来拍照的勇敢兵，我们一起说茄子，啊，露出你的牙齿，茄子，五、四、三、二。一，勇敢兵向左向右转，起步走。勇敢兵往右打，黄义凯、曹维彤、林博翰、潘成凯、谢佑恩、林义安、李景池、吴亮颖、宋新桥、郭彦伦、许立宇、黄凯明、郑连峰。请上将为我们授勋。勇敢兵，敬礼，预备。好，我们站在台上呢，要展现出精神哦，我们不要乱动哦，手不要练草戏哦。一个比一个还要帅，还要厉害哦！好，希望未来的你们呢，遇到什么困难呢，都可以突破。如果一个人突破不了，你有爸爸妈妈，也有你的好朋友，你可以一起讨论，一起想办法，将所有的困难呢，都将它排除在外。我们要保持阅读的习惯，也要保持运动的习惯哦，让我们的身心呢都有最好的养分。恭喜你们！龙满兵，敬礼！预备，拍照时间。好，我们往中间集合。好，我来问你，你大声回答，开不开心？太小声了啦，开不开心？恭喜你们啦！来，我们拍照，五、四、三、二、一，谢谢。勇敢兵向左向右转，起步走。勇敢兵王宇辰、曹元凯、陈柏威。郑柏瑞、何佑君、陈家俊、王成义、王云芝、
钟君凯、王欣欣、包中玄，请上将为我们授勋。勇敢的接起，预备，恭喜你们获得这一份大大的荣耀。虽然是我们的第一次毕业典礼，但是呢，这个一小步呢，将是你未来人生的一大步哦。好，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呢，看到你们一定都相当的感动哦。这是我们最可爱的小宝贝，如今已经长大了。本来呢是爸爸妈妈保护你，你长大了，接下来要换你们一起来保护爸爸妈妈了，好不好？恭喜你们！龙满斌，敬礼！预备，拍照时间，我们往中间集合。好，来，请你大声回答哦，开不开心？上将帅不帅？拍照新老师帅不帅？好，我们都很棒，来拍照，五。4 3 2 1，恭喜你们向左向右转，起步走。感恩时间，接下来我们的毕业生呢将要带来这首歌，我想要感谢你，要感谢所有养育以及陪伴我们的家人师长，还有身边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你们，谢谢。待会要大声的唱出来，好不好？爸爸妈妈都想要听哦。还记得你说过，害怕的时候抬头望一颗星闪落，回家的路上有你我，啦啦啦啦啦啦。还记得你说过，无助的时候回头望一颗星闪落，下个路口大手挽手，我们把爱哼成歌。刚刚感谢了爸爸妈妈，接下来他们也要感谢在学校教导以及陪伴我们的老师哦。来，毕业班、大象班、小熊班，向左向右转，让我们向挚爱的老师深深一鞠躬，敬礼。好，我们大声唱出来哦。温暖我的心，我是为感谢你。
声，真的很感动哦。杰逊，在哪里？我看见一道光，把黎明点亮。幸福就是有你陪在我身旁，给我翅膀，飞向希望的远方。心中的声音说，要像你一样。对，再大声一点。有一道光，太好听了，就是这样。传递美好和力量，生生不息的希望会穿越时光。恭喜你们哦，未来的人生还要继续加油，好不好？小太阳，永远的照亮我们的世界，永远的为我们绽放光芒，好不好？给他们掌声好吗？这是我们的祝福哦，希望你们都有收到。李晨。唱大声一点。
谢谢，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莅临，我是园长妈咪，谢谢。外面在下着小雨，不过不用担心，等一下你们要回家就不会下雨了哈。今天大家的心情都很高兴，那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剑桥的教师团队。来，我们大班的老师，好，大上班，秋萍老师，好，我们小美老师，好，那个小熊班，好，妙贤老师，好，小美老师，好。谢谢。接着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白兔班，好，白兔班，我们的一分老师，好，带你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大 Apple 老师，啊 ，Apple 老师再来，好，跟大家挥挥手，跟爸爸妈妈，对，挥挥手啊，还有我们的海豚班。玉慧老师带领着小朋友上台，好，请坐下。来，接着我们欢迎我们小班的小朋友，桂英老师带你的绵羊班，还有新慧老师。啊，没关系啊，好可爱啊，哭也是一种学习啊哈。再来就是我们维尼班，维尼班有我们慧清老师，还有妮妮老师，还有我们的大姐姐，好，跟大家挥挥手，谢谢家长，我们的阿公阿嬷，好，谢谢我们剑桥教师团队是一个很勇敢、很认真、很负责的团队。小朋友不用担心来读我们剑桥会学到不好的东西。那我很感谢的是，我们有小朋友即使已经搬家搬到了男子去，中班搬家搬到男子去，他现在读一年的时间每都还是回来读我们剑桥，真的非常的感动，也谢谢家长的信任，更谢谢今天播控参加的家长们，还有阿公阿嬷们这么的热情参与，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谢谢。跟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挥挥手，挥挥手。好，再来介绍我们帅气的派大星老师。对。我们美丽的孟森老师，再来，我们介绍我们的大家长，要走哦，我们的大家长，金老师、金叔叔，还有我们的秀珠阿姨，还有呢，哎，我们美丽的护理师雅柔阿姨，雅柔阿姨一直固守在她的岗位哈，雅柔，我们的护理师啊，雅柔阿姨。好，再来介绍素琪呢，我们的厨房阿姨，素琪阿姨，好，请跟大家挥挥手，谢谢家长，谢谢。好，要结束了吗？好，各位家长，我们今天的节目精不精彩？精彩的，给我们热情的掌声，谢谢。但是你以为精彩的已经结束了吗？还没有，所以让我们欣赏今天的惊喜彩蛋。手举起来，小朋友站起来。星期五晚上，呼呼嘿，呼呼，双手举起来，嘿，呼呼呼呼。园长准备20秒钟的，嘿，嘿，举起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家长。